断绝杂念，好好学习。就知道这玩笑碗，女人毫无存在感。你能不能不要像一只蚊子一样，一直嗡嗡嗡嗡在我耳边转悠？那些整我的套路一点用都没有，就是在浪费彼此时间。没事吧？真被我吓着了。这事儿我可记着了。您同意我们参加运动会，条件就是摸底考试，年级第五。要是没达到怎么办呢？你就承认吧，你变了。以前你是一台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，现在还挺重人情的。蓝向晚，你已经被七班开除班级了。火箭班欢迎你。去了二班以后，除了学习，什么都不要管。谢谢你在高三成为我的同学，谢谢你帮我找到目标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别想打扰我学习。